到了，来，二位这边请。长夜公子就住这个房间。我看看，长夜公子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在吗？长夜公子，他不会要走了吧？不管了。哎，冷静，冷静。长夜，齐大小姐，没事。 吉大小姐，没有人告诉你进门之前要先敲门的吗？还是像你这样游戏人间的人，一向都这般随意？长月公子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你都不知道，我表妹最近想你想的都快要疯了。胡说什么呢？我何时想他了？我不过是讨厌别人不告而别而已。还有，就算是宠物走丢。 我也会念叨几天。学韩愈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你看不出来人家根本不欢迎我们吗？哦，走了。没想到，我在你心里的分量，就会一直宠物相当。莫名其妙，明明不告而别的人是他，他凭什么生气啊？你们不是刚见面，怎么又闹别扭了？那你问他呀。 谁知道你们男人一天天想什么，心思那么难琢磨。长月公子性情温和，不像是会随意动怒之人。不会是你又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惹到他了吧？那我不就是没敲门，然后……他不会是因为昨天那个吻吧？他这么古板、清纯的吗？那可是话说回来。 他不是也回亲我了吗？亲什么亲啊？谁亲谁？美色当前，一时冲动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小二，把这个给长月公子送去，他在我们这儿一口气定了一个月的房，可是我们的大贵客呀，哼，好生伺候着。哎，好，仔细着点啊。好，一个月。妹妹，听见没？长月公子要待一个月呢。他在这里待多久跟我什么关系啊？吃饭。 吃饱喝足，回家。元宝。 舒雅哥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是找我有事吗？我准备了一些你爱吃的，要不要一起吃个饭？可是我刚刚在山下跟徐寒玉吃了好多了，现在肚子已经饱了，有点吃不下了。好吧，那改日咱们再约。那舒雅哥哥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进去了。少主，酒菜准备好了。吉姑娘呢？少主，少主，都多久了？这穿心灭魂剑的伤，到底何时才能痊愈？ 殿下，您就早日去把墨魂取回来吧，有他护体，您这痛楚总能缓缓啊。啊？不知道他此刻在做什么。唉，一段时间不见。 人看着都瘦了，但是脾气长进不少啊。长月，长月，你当初不是走得很潇洒吗？现在回来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可从未想过你。
从未。小狐狸，不许跑！你这只负心狐，还知道回来啊？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你怎么受伤了？说吧，这段时间你都干嘛了？怎么把自己搞得浑身是伤啊？哎，我是不是傻呀？你也不会说话，还好有我。疼啊？那我给你吹吹。好点没？哎，你这个负心狐，我可跟你说啊，下次不能再偷偷走了，就算你要走也得跟我说一声才行，不然你就跟常玉那个讨厌鬼没差了，听见没？还想跑？不许跑。疼啊？对不起，轻点，轻点摸，轻点。小狐狸，我怎么感觉你瘦了不少？啊，还真是。不行，我得带你去好好补补。